欢迎回来大中华新闻，继续带您来看，就今仔天气一热，一挂蚊虫拢会走走出来。因住在河滨雷城社区的少年理事长黄振兴，公家都接下这理事长的职务，因此哦是带着这消毒人员来到社区进行天高日日药剂消毒，嘛希望哦有更加侪少年人会当做伙来加入服务社区的行列。天气湿热也是天狗日好发的季节，为着防止可能的传染问题，河滨雷城社区理事长黄振兴在大日头下，引导消毒人员到社区每一个角落详细消毒。服务感觉是为民服务是真好啦，都因即摆嘛，迄登革热是高峰期啦，都出来噴一下迄消毒药水，重点的部分啦，重点的部分就爱加强加消毒啦。希望社区环境会更加好啦。黄振兴年轻有为，新接任社区理事长的展现服务热情，社区长辈拢真热络，肯定真骨力。服务真好，热心，啊嘛高院长、财务长，真热心哦，少年，还佫认真，还佫人好斗阵，也袂结气啦。对人好，叫阮先干动头咧。啊，认真拍拼啊，啊，热忱啦。这样都袂歹，做好啦。为着加强社区发展，黄振兴当日号召佫较侪少年人加入志工的服务行列，要让社区更加好。我觉得我们社区老人是比较多哈，啊，我会先注重那个，社区老人关怀，再募集一些那个比较年轻的族群，能尽心尽力为离散社区来做一些服务。黄理事长吼真用心吼，你来看讲，咱会知影热人，迄登革热足济吼，啊伊就甲人安尼吼，缀咧喷药啊，甲咱的社区吼做啊真好安尼啦吼。我是感觉这年轻人啊，除了做理事长以外吼，如果会使做里长的话，我相信吼会甲咱的雷胜利吼带动啊都欢迎吼，啊，建设嘛会争取有啊，逐项工课吼会做，从啊年轻化做如何安尼。黄振兴对家己家乡有真深的情感，真愿意扩大社区服务站面，嘛希望里面加会机会，争取搁较侪资源，带动雷胜利的发展进步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、何美采访报道。